男人刚要吃饭，结果发现一个乞丐正在看着他。乞丐求他赏口饭吃，可男人看见他一嘴大黄牙，瞬间就没了胃口，然后直接就吓跑了他。第二天，男人一打开门就闻见了一股尿骚味，然后看见那个乞丐正躺在门口，他觉得乞丐是在报复他，就一脚踢了下去，吓得乞丐撒腿就跑。结果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乞丐每天都在这里睡觉，男人就每天驱赶他，用扫把打，用瓶子丢，甚至还用冷水泼他。女儿劝他不要这么做，可他就是不听，就连隔壁的大婶都看不下去了。可不管他怎么打，乞丐就是不走。直到第六天的时候，男人发现乞丐突然就不见了。第七天还是没出现。到了第八天的时候，男人到处看了看，总是感觉少了点什么。这时隔壁的大婶说不用再找了，以后他都不会来了。于是男人看了看门口的监控，决定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原来几天前是他的女儿给乞丐一盒饭，就是这一盒很不起眼的饭，却换回了乞丐的日夜守护。从那天起，他就每天守护在门口，帮忙收拾卫生，阻止别人在门上乱喷广告。前几天那个尿骚味，原来是一个醉汉撒在门上的。看到这里，男人有些不是滋味了。他终于知道，乞丐这样做都是在报答他女儿的一饭之恩。就在他消失的前一天晚上，两个小偷想进店里偷东西，于是乞丐就拼命的想要阻止他们，结果被两个小偷一顿暴打。可就是这样，他也要保护男人的店铺。然后一名小偷用刀直接刺向了他的腹部。看到这里，男人瞬间流下了眼泪。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的后悔，后悔当时没能赏给他一口饭吃，后悔这些天不断的对他进行殴打。许多事情可能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，请多存善念，多行善举，以感恩的心去面对人生，不要错过每一次帮助别人的机会，那样你的人生才会更加精彩。